點解你揾極揾嚟揾去都揾唔到，或者拍極拖咁長時間，最後都唔啱要分手，係因為你本身嘅命格嗰個鎖匙窿嗰、那個密碼，同你要揾你要識嘅男性嘅結構係唔同。所以你揀錯咗你個對方，咁咪嘥咗你個青春時間咯。由25歲拍到35歲，跟住35歲又拍5年，又40歲、40歲又拍多兩年，42歲，跟住再拍50歲都嚟緊啦，咁唔掂噶咯。咁其實你記住，喺你嘅命格揾翻你嘅鎖匙窿，咁樣咧你就會揾翻一條正確鎖匙開嘅。咁當然咧，正確鎖匙梗係要睇翻你嘅命格先知啦。好啦，咁啊有時咧就會諗啊，不如找个男朋友、或者老公关心一下都冇，咁点算啦？咁啊，最后咧，咁啊，有以下四种方法。焦点视频，星 Sir 亦学情缘嘅时间，荧光幕见到星 Sir 喺度。Hello， 大家好，又我星 Sir， 黄伟星师傅。正常我哋用呢一个八字呢去讲感情运呢已经系长篇小说咁样讲到系第45集啦。咁当然啦，咁如果大家呢有任何感情疑问嘅话呢，都可以喺影片资讯栏呢搵到正常嘅联络方法去请教佢嘅。咁今集呢就讲起中年喎。除咗中年好声音之外呢，咁其实中年好多时候呢都系遇着一啲感情嘅问题。咁有啲人呢就可能会有感情危机啦，咁但有啲人呢佢感情危机都冇，因为点解呢？因为佢未有恩怨，未有呢个结婚嘛，或者连男朋友都冇嘛。咁所以今集呢要请教一下星 Sir 啦，到底点样佢哋可以能够搵到佢哋嘅机会呢？好，咁係呀，近排呢就发觉呢嗰啲中年危机呢就一浪接一浪啦，好多啦，咁嚟搵我嘅都亦都係比较偏向中年化啦。好啦，咁我当时就发觉呢佢哋呢就好后生嗰陣时间，当然係拍过拖啦，係咪。咁但係呢就拍下拍下，咁又散咗，拍拍又散咗，咁甚至门就可能有一啲就拍得太长啦，咁样呢就发觉原来都係最后唔夹啦，又分开啦，咁样。咁见到自己身边嘅朋友啦，或者屋企人啦，咁样结晒婚啦，自己又諗下，不如都係搵返個盤啦，咁樣咁會有一種情況。好啦，咁今次呢就講下啦，有四種選擇㗎，咁中年有啲咩四種選擇啦。咁我會同大家講下啦，離卦，離卦係乜嘢離呀？原來九運呀，代表九運呢代表中年嘅女性啦，咁即係中女啦，我哋叫做啦。好啦，咁年輕時呢有拖拍啦，咁好正常啦，咁去到現在啦，咁发觉咗仲未结婚，或者有啲系直情冇男朋友咁啊，咁啊呢啲亦都系常见。咁啊开始啦，人生啦就即系冇乜方向啦，咁啊走嚟揾我问下咁嘅时候就话，喂，我对感情咧就开始有啲绝望啦。咁啊点样催桃花啊？点样可以增强人缘运啊？咁啊我个伴侣啊性格系点嘅样啊？个位肥瘦啊？做大公司定细公司啊？第日养唔养得起我噶？屋企有冇钱？有冇家底？有冇车？有冇楼噶？咁啊好多嘢问嘅咁样。哦，原来你记住咯，原来喺你嘅命格当中会反映你嘅异性嘅特性啊。咁好多时我真系咁讲。點解你揾極揾嚟揾去都揾唔到，或者拍極拖咁長時間，最後都唔啱要分手，係因為你本身嘅命格嗰個鎖匙窿嗰個密碼，同你要揾你要識嘅男性嘅結構係唔同。所以你揀錯咗你個對方，咁咪嘥咗你個青春時間咯。由25歲拍到35歲，跟住35歲又拍5年，又40歲、40歲又拍多兩年，42歲，跟住再拍50歲都嚟緊啦，咁唔掂噶咯。咁其實你記住，喺你嘅命格揾翻你嘅鎖匙窿，咁樣咧你就會揾翻一條正確鎖匙開嘅。咁當然咧，正確鎖匙梗係要睇翻你嘅命格先知啦。好啦，咁有時咧就會諗下，不如找个男朋友、或者老公关心一下都冇，咁点算啦？咁最后咧，咁有以下四种方法。咁第一种方法就唔使讲啦，继续等啦，等了又等啊！原来咧，希望咧有一天咧情郎就会出现啦。咁通常咧呢啲咧就系、好冇方向嘅人，成日谂住得个等字。咁但系咧，其实我话俾你听啊，等到55岁，你都仲系问紧几时有，你唔识得问问题咯，因为你都系用嗰方法等。
啊，咁我記得我會教你點樣去揾。好啦，第二樣嘢揾朋友啊，行街食飯去旅行，冇男朋友啊嘛，冇朋男朋友咪揾啲姊妹一齊做呢啲嘢咯。咁啊做咩過日神啦？好多時都係咁樣嘅。咁搞下搞下咧，你個姊妹咧無啦啦咧又識咗個男朋友啊，或者唔知喺教會好邊度識咗個第二個異性，跟住咧就你知啦嚇，有異性冇人性噶嘛，咁啊到時甩咗你自己一個人行街睇食飯噶啦。好啦，咁啊第三呢、這個亦都係常見嘅，唉明知唉要做情婦，唉佢有老婆噶係嘛？唉，咁都算啦，係試鬼蛋啦，係嘛？有個男人錫都好啊，咁啊，唉，好啦，咁錫下我啦，咁係啦，咁啊，又浪費啲青春時間喎。咁好多時咧，我話俾你聽，係會有呢種情況出現嘅。嚇，咁啊咧，即係無了期嚇，咁亦都唔知道幾時會做證人嘅。咁原來喺你八字睇到你幾時做證人嘅喎。好啦，第四九運啦，嗱嚇，我講到明九運啦，越來越多呢啲 case 啊，咁啊咧。啲人咧就會不如揾個互相關心嘅女性朋友，女性朋友唔會傷害你啊嘛，係咪？有啲識咗一段時間又分手，識咗一段時間又分手，或者可能同你好完之後又分手，唉，太傷心啦，係咪？咁所以咧搞搞下咧，就不如中途轉機啦咁啦。咁啊，原來咧有呢啲八字喎嚇，咁啊同大家分享下。好啦，咁我睇下啦，嗱，依个咧女命嘅八字啊，系甲子年、壬申月、啊、辛卯日、丁酉时啊。好啦，辛金日元咧，坐下卯木系财星啦吓，咁啊，成个八字当中咧，女命即系睇桃花星，一般都话咁啊，以煞啊论煞啦，以官啊论官啦吓，不论官煞咧，都系男性朋友啊，女命嚟计吓。OK， 咁啊，好啦，咁啊，七煞透出嚟啊，丁火。好啦，咁即係證明咧，你個命格當中咧有異性緣嘅出現嘅。嗱，有異性緣嘅出現同穩唔穩定、長唔長久係兩回事嚟嘅。咁所以咧，你要知道呢個第一點。好啦，咁啊，命格當中咧有依個財星啦，去旺個夫星啦嚇，咁啊，所以咧財旺生官啦，而且咧丁壬又合化木啦，咁所以咧。原來咧，你中意依個男性同你丁任合，係代表乜嘢？任力之合，原來係咁樣嘅。所以你會發覺點解你識親啲男性會出現咗就話，我同你好完之後，啜一聲走個佬嘅，唔喺度嘅係嘛？啊，打電話直情係冇蹤影咁 ，WhatsApp 佢又冇反應咁啊，唔知佢係咪人間蒸發咗啊？係咪俾人捉咗去第二度？咁啊唔係啊，原來你個八字就係、是、原來。就係同你丁壬合完之後咧，佢就有機會係會依個丁申沖同埋咧卯酉沖會分手。哇！講到明你個八字係會容易有依種情況出現。好啦，咁啊再加上一樣嘢咧，就係你命格當中咧依粒紫水咧係你嘅桃花星嚟嘅。好啦，紫酉破。紫酉破，紫卯刑，咁即係代表咧，你有早桃花出現，咁但係你個桃花咧係唔穩定。好啦，咁通常嚟講咧，女命咧遇到呢啲 case 咧唔穩定嘅時候咧，咁啊最緊要一樣嘢就係揾朋友傾訴啦。咁原來咧成個八字當中咧，因為呢度卯酉沖，依個咧辛金合紫水啊，咁所以咧依個辛金咧。是會是用神嚟嘅，所以咧佢人生之中咧要靠依個朋友咧開解佢，咁所以咧俾啲男朋友飛下飛下咁樣啊，又呃咗啲感情啊，又猛又衝啊，呃咗嗰啲錢之後咧，咁不如咧就會揾依個朋友做咗個取代咗佢個男性，因為佢卯辛又咁合。合咗佢個夫妻宮，哦，即係原來你會揾到一個好知己取代咗你嘅夫妻宮，啊，再加上咧佢身子化水，佢好了解你嘅需要，同埋一樣嘢就係佢知道你雙官一透嗰陣時候，其實你個人好中意向外，佢亦都可以能夠陪伴到你啊出去。走嚟走去啊，飲飲食食啊，分享啊，睇電影啊，行街食飯。咁所以咧，原來咧成個八字當中就話，男性受咗傷之後咧，就會揾個女性取代佢個男性嘅地位。
嗯 ，OK。咁但系正常，我真系想请教下，其实喺一啲你接触嘅 case 上边咧，你觉得即系呢类型嘅命盘嘅人咧，佢哋嗰个占个比例咧，即系或者咁讲，系佢哋好多时候中年啊都未有姻缘，未有一个男友嘅时候咧，咁样嘅情况咧，即系多唔多噶？如果你話同朋友一起去吃飯、行街睇戲啊，跟住搞搞下，可能中途轉機，依、這個情況都多嘅。咁我都頭先講啦，喺入到而家依個九運嚟講咧，開始陸陸續續咧，啲客咧都會出現依個情況。以前冇咁多嘅喺白運，咁但係九運就開始多，因為九運係代表中女。咁中女咧，原來咧亦都係代表女性嘅揾錢嘅能力啊，各方面自信心啊，都會比較強啲。咁而且一樣嘢就相反啦，自己強嗰陣時候，揀嗰啲男性都希望強啦，但係偏偏個命格當中，因為佢又衝夫妻宮啊，又克夫妻星啊咁啦，咁樣變相咗就唔穩定啦。咁可能有時就話，唉，如果咁樣，不如揾翻啲志同道合啦，咁樣會有嘅。咁當然一樣嘢咧，就話我依個例子就話佢係中途轉機啫。咁但係咧，其實我可以話俾大家聽，我下一集仲精彩，有一個本身係由機嘅。俾我可以教翻佢正常翻嘅。哇！咁大家真系要留意一下啦。咁下一集咧，我哋繼續咧就請教星Sir啦。好多謝大家，拜拜，拜拜。